欢迎收看我的视频，我现在这两天心情不是很好，因为那个地的事情还有一些没有谈好，因为自己资金的问题，反正没有谈好。咱们先去缓解一下心情，去下个地笼，走了。出发了，到了，就在这里的。放了一点点的那个蚯蚓，明天再过来收。先回去。在这里放。小孩睡觉了，明天早上要早点起来去收地笼。祝大家今天晚上做个好梦，晚安。哦靠，这车买没几天，这空调都坏了，浑身是汗。好了，咱们先去收那个地笼了。有点重哦。耶，小鱼，小鱼就不要了。咱们过下面去，抽下一个地笼。太多小鱼，等一下咱们把它放生。哎，我那个线，那个线被拉到那下面去了。咱们先把手机放下去，等一下下水了。
放心吧，我走。哟哟哟！哇！鱼王和鱼王，大老黑。哦，哇，兄弟们看一下，哇，这条黑鱼，还有一条鲶鱼，桶，我先把桶拿过来。爽死了今天，要是被我老弟知道了，他肯定也来这个地方。哇哈，这两条鱼，哇还有小鱼，哇有两条这么大的，这小鱼就放了，应该是从他肚子里面吃到的，然后吐出来了。哇，看着都爽，应该有，加起来应该有5斤吧，两条加起来应该有，差不多，应该差不多。但这个地笼都被拉到那下面去了，这个地笼最少应该有2斤，这个地笼在水里加上那个阻力的话，你猜这个力气到底有多大？好嘞，喜欢户外搞野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。今天晚上媳妇有口福了，主要是昨天出来散一下心，没想到今天真的被我逮到鱼了。好了，先回去了，走了。